喜欢赶集的家人有福利了。今天5月20日，溧阳市场过大集，集上人多车多牲口多，非常热闹。先带大家欣赏一下集上那些漂亮的马，看看哪匹您最喜欢。老板们在集上买的过节这都是消费的，全部卖了，哎，这把就卖了。哥，我刚刚装了一只母牛，刚刚装了一只牛，一会儿过生日，这又装了一只牛，这牛出发了。这车牛我送了8块钱一斤，我的秤牛，又装了一车驴过秤去，里面又装了一车牛过秤去，装了一车马过秤去了，买了一车羊，装了一车公牛，刚刚过完秤，又装了一车马过秤去，装了一车牛过秤去。还又装了一车牛过去，这一辆车上装的也是牛，六客户买了牛，又装了一车牛过去，看刚刚装了一车马过去，这羊出发，这买的羊要出门了，这车羊出发，我马过来上了，这买的羊出发了，都排队出门，这买的羊出门的，这装了一车牛过去，350斤，这装了一车牛，一会儿出发，装了一车马出门。上个集溧阳市场免费发了很多 T 恤背心，这个集继续免费发放背心。溧阳市场交易市场的经纪人董董抱着一摞背心出来了，要给他的客户发背心。小韩经理啊，领了背心给他的客户发背心去了。溧阳生物交易市场涛子啊过来领衣服，生物交易市场经纪人小袁过来领衣服，啊，要拿出去发给他的客户。我们溧阳生物交易市场龙三啊，领了衣服给咱客户发衣服去了。这是我们溧阳生物交易市场小周啊，来跟他的客户拿衣服。溧阳生物交易市场经纪人八的啊，过来领衣服。好了，去给他的客户发衣服去了。溧阳市场高总啊，在业务大厅来赶集的朋友们发背心儿。溧阳牲畜交易市场农历逢五排时过集，下个集5月25日，欢迎朋友们来赶集。